哎，接下来又要请荣翔再度出来一次，哎，来，今天的表演是由他们二位打头阵，你看这个就绝了吧？哎呦，这是台湾版的劳莱与哈台嘛？哎呦，传承，对，就是传承了，哎，什么东西？是玩一些音乐嘛，音乐是我们喜欢音乐嘛，对啊，对，公司人不是音乐人呢，我爱音乐，是爱音乐，他们两位要给我们打头阵，带来今天艺人表演的第一段乐器的表演，欢迎。哇，这么神秘，什么？应该是古典乐，慎重。哎呦，这个乐器看起来很棒哎，真的。哎呦哦，这么帅啊！哦呦，衣服都不要了。是笛子啊，打气筒型的笛子啊，什么跟什么啊？这是乐器表演吗？对啊，这才厉害嘞！在吹气球吗？球蛋了哦！你还要调音啊？对对对对，乐器都要先调，还要先对一下 key 耶。还没有。哎，有收有了。哎，已经拉了，这边对对对对。哦，哎呦呦呦，哎呦不错哎，有。好痛。手已经没力了，有四人二乐在里面啊，手没力量。很累，真的好累的感觉。我刚才一看就觉得这个不简单，你这个手会受不了。对呀，而且那个光是一只手的力量，而且回家，你看回家他们两个手很惨，已经都已经铁掉，一定铁锹，决定铁手了。听说还要再来一首，还有啊，还有啊。表演完了，跟我们讲，表演完了吗？后来荣翔是换到左手，左手去压，太累了，不要。问候一下好不好？好，问候一下嘛，大家猜嘛，好。你看你的表情，真的好累啊！等一下，飞哥，这个表演，我刚刚有说这是个传承嘛，传承嘛，这个技术呢，其实是荣翔哥教我的，哎，所以你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我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来来来，不要生气，荣哥，不要生气，错上了。教过你啊，但是我听你的啊。什么？他说我昨天没睡觉。
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哦，好清楚哦，啊，哥好，哎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你听出来了。别哥数，哥好，手还酸吗？有有有，还好吗？手还酸，那就还酸，后面就不用了。对对，后面不用了哈。好，这个红肚拉太长了，没办法。红肚拉太长，我们没有听到那样子。掌声给他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哦。这个呢，哎，虽然不是舞蹈，可是他这个功夫也必须要跟国标啊，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想象一下，舞姿也是很曼妙啊。对，虽然不是不算是舞蹈，但是不会比舞蹈不美，不会比舞蹈差，不差不差。这个体操也是绝无仅有，真的。欢迎蔡慧婷小姐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哇哎呦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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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怎么突然传出都叫爹叫娘的，简直是已经到达一种极致的地步啊！你知道吗？在那个动作的时候，我的手不由自主变成这样子，然后就自己弄痛了自己啊，你知道吗？断的那个感觉，好像一个捏面人重生啊！捏面人重生，可以装进箱子了耶！而且这位同学摄影萌这样的精，而且可怕，非常的这个肉肉的，结果他这么的这么的软，这么软呐！对对啊，这个又要问双拳兄有什么感觉？双拳，他这个骨头断了就不要问了。不是，最近很多劈腿都是劈到一个程度，他劈到过度啊，劈到过度了，太厉害了，这练的厉害。他说你有劈过腿是吗？哪一种？哎呦，那是两种，你能不能两种都回答？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。感情上没有，感情上没有。对，我说他可能没有男朋友，对，很有可能他的气息，感觉他没有男朋友。嗯，不是，你那个郭叔，你认为有没有？我觉得看那个气息是没有的，没有。那荣哥，我看他正在滋长中啊，我觉得。哎呦，还在呢，对，因为有点快乐，有点新鲜。逸轩啊，我看不出来，我一直觉得他身材很好，难怪你没有男朋友，你都看不出来哦。对，太难搞，聂云哥。
感觉上应该有相隔一段时间。有一个啊，哦，相隔拆了没多久的。哎，对，双全哥。所以男生的意见都是没有哎。应该有啊。好，有。讲正确答案了，你到底有没有人猜中？有啊，有啊，那就走了，还是什么？太现实了，你才几岁？几岁？不好意思，太现实了。那个是九岁，不好吗？洪亮老师，你笑小声一点，洪亮老师。对，他这个是叫做有氧还是体操？你这个是？是有氧，然后再结合韵律体操。好，结合韵律双手有氧韵律舞操。哦，可是我看到里面好像还有软骨功的感觉。哦，对对，就是都融合在里面。那么照起来，刚刚他们大家也提出一些疑问呢，就是说以你练这么样这个，他刚刚荣哥是讲说。什么什么什么，有点肉会放。怎么这么软？道理讲是应该是刚好相反，就是说你天天这样子的话，应该不会有这么多肉啊。这么的风雨啊！你看，你们都瞧不起有肉的人。龙哥，你还在表演是不礼貌？他那个没有胸肉啊，不一样，不要闹了。对啊，是不是你表演这个就是奥运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很多奥运就有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项目？有这个项目，哇，对，有球啊，有棒子啊，对不对？呼啦圈。好了啦，一开始说人家有肉是你好不好？2009年全国锦标赛竞技有氧体操亚军。2009年哦，哎呦，刚出炉，哇，我们全身都是汗，是不如还好啦，还好，不错，这个要训练多久啊？蔡慧婷，我是从国小五年级练到现在，哇，国小五年级，我看还有一个软到吓死人的动作，还有没有？刚刚已经吓死我们了，没有，还有一招啊，来表演一下，一个软到吓死人了，好不好？现场你要干嘛？你好可怕，千万要保护自己哦，注意看哦，要小心哦。哎呦！他那个已经凹超过180度了嘛？对，超过180度，差点把自己的脚吃下去。可怕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我是没有练过软功，哎，有练过硬功，硬气功，硬到下。因为我连这样的凹不下去啊，骨头硬的啊，骨头硬到下。没有，现在就大不了脖子硬啊什么的，练一下就算了，器官硬。可是你像你练这个，那你应该是要维持持续的嘛？要持续。那你练这个，对于你比如说日常生活会不会有什么好处，或者有特别什么？比方说你去拿冰箱的话，冰箱拿壳东西一样。我们表演一下怎么样去开冰箱，冰箱在那个角落那个地方，你要去拿冰箱的时候，你怎么去拿的？啊，提冰箱嘛，来这提那个锅脚。哇！掌声鼓励！先生在旁边，叫他去拿一个果汁回来。那个先生鼻血已经流到这里了，下颚都脱臼。难怪说他应该一定有男朋友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跟你男朋友一定非常和谐，男朋友一定非常爱你。不只是和谐，他的男朋友做梦都会笑。对。做你男朋友一定是幸福。哎呦，他很可爱，我本来以为他不会去做这个动作，厉害，其实他马上就来，哦，厉害，吓死了，有想象，难怪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成绩。对，嗯，好吧，非常谢谢蔡慧婷到我们节目来，好棒。